好，那么，刚刚已经讲到那个哦，实话就是讲他们怎么劝他们夫妇分离的哈、哦。那我来把它念完，从金朝王重阳写的哈，两、哦、有两卷收录在这个《重刊道藏卫要》啊、哦，这个辑要卫辑啊，主要是这个重阳祖师在马家大宅的南园建立茅屋，在茅屋一百天呢，还堵就是所谓的闭关，跟马真人的应酬唱和。其实呢，王重阳是显道。马大阳是在验道，看你到底是不是真功夫。透过分离呢，达到他们两个夫妻分离修道。何谓分离实话？分离就是分离的谐音，要丹阳体会分离的深远意义。夫妻分离呢，就要断绝情谊，不容易哦。那么其次呢，劝马真人夫妇要看破肉身，假和无常，轮回路险，硬要斩断妻子牵累，脱离家庭繁荣。大定八年正月十日，马丹阳真人48岁，见悟玄理，决定呢舍妻子受瞻观，于2月初8弃家入道。重阳祖师重阳训他名誉字玄宝，号丹阳，开始了马丹阳离乡。弃家入道的跟我讲啊，我会再施礼一个真子的啊。对，啊，离乡乞讨。然后呢，在苦修乞讨的过程呢，让马玉呢降心修道，放倒人我三。主角色财气，以致调和神气，反照心性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是马丹阳已经出家了，孙不二没有出家。为什么？因为孙不二是人母，他有3个孩子，又身兼数职啊，又要照顾那个婆婆啊、阿公嘛啊。然后呢，掌管马家大大小小的事物都是他掌管，又要照顾父母，始终呢不能入道修真。2年之后呢，经过这个分离石化呢，孙延金50岁的时候。他将马家的这个事业呢处理完毕了，儿女呢都结婚了，然后才开始秉万缘出家，成为入门弟子。那么重阳祖师很开心啊，就写一首诗哈，他说：“分离实话是前年，天雨加时主自然，为什么当时不处理？原来直待结金莲，在家只是二婆夫，出得家来没火炉，跳入白云超苦海，教人永远换仙姑。”你结婚了，你一辈子在家里，人家只会叫你啊二婆，二婆我二啦，是之类的。你修行有成，人家叫你仙姑了，还在拜你。好，所以需要你们越爱都是仙姑、嗯。对啊。好，那么呢，从此呢，七真就收得2朵金莲了。那么重阳祖师不简单啊，要度化夫妻恩爱，何其困难！若夫妻没有办法斩断恩爱，不如多读这个重阳分离实话，深刻体会分离的各种滋味。如果时机成熟了，你的儿女都长大了，或者是你没有对象，你真的要想要修了，那么你就可以怎样分房修行，修行根基稳固，就可以108天闭关，然后大家就可以证得法身，天堂神仙伴侣永世逍遥，岂不乐乎？好，这个勉励大家哈。那这边有一个文章哈，就是我再把它点出来，让大家加深印象。因为修行没有那么简单啊，就是不是2-3句话，那它一定有它的过程。那如果这开得起来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祖师给他们有写一些诗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看来是不太给我面子。好，我们再往下面念。好，好，第三本书哈，快上完了，还有3本都上完了。重阳真人受丹阳24绝啊，这个是金朝王重阳传一卷，收入道藏太平部。
这个书主要是记载王重阳祖师跟马丹阳真人师徒两人呢，就这个修真内练互相问答，由全真门徒编辑成书。所谈的问题有24个哈，那由马丹阳真人代替大众问重阳祖师：第一个，什么叫做祖宗？第一个，什么叫做性命？耕地、龙虎、千拱、刀龟、金弓、黄婆、婴儿、差女、龙蛇、星元、驿马、兵卒、绝招、太上、三宝、九星、五刚、三才、偷天火候、金丹、出离三界、七反、行住坐卧等问题，祖师一一回答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大家其实看的是不煞煞哈。那我有几张图哈，我有整理的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抽砍田里，这是我去把这个道藏的东西把它整理出来。好，大家这样比较清楚。刀龟，什么叫刀龟呢？好，再看一下。砍中满离中，虚，大家应该有上过易经嘛？好，都上过了，假装你们上过了。啊，离中虚，这个叫做火，好吧？这是火对吧？啊，然后呢，砍中满，这是水，好是吧？没错吧？好，这张图就是什么呢？这张图是不是就是凡人？这是不是凡人呢？凡人的状态嘛，对不对？凡人的状态是这一张嘛，对不对？上面是火，下面是水嘛。那么呢，我把这个水呢填到这里。那我把这个填过来，就会变成什么？抽砍田里的中间就产生了什么？刀龟，刀龟就是药，就有药物了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呢？好，没有问题哦。那你看上面的，刚刚讲过的，这个是不是明堂？是不是上丹田？这个中宫、银河、祥宫，这个是不是中丹田吗？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？落海玄光是下丹田啊！太好了，大家终于看懂了。好，意思就是说。如果你可以抽砍田里，你就是什么天地怎样？天地定位了。好，所谓的刀龟就是逮了药，对，没有色欲啊。对，你的头已经接天了，对，你的地已经灌掉了，对，大灌掉了，你天的灵气在先一直跟地在接，那就是开天门。对，好，那么呢？你看哦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一张图，就是所谓的炼精化气。你看，这也是一样啊，这个。这个是印刷问题，这其实这个是火啊，它看起来变山，好，看起来像雷，其实它是这件事连起来的哈。它这个就是水火，好，水火之后呢，然后再过来变什么？天地，变天地了。所以这个第一关就是什么？第一关我们修炼的第一个步叫做炼精化气，就是第一关。有为，有为成分叫有为呢？你断色欲一定要你自己去断，你想办法去断，那叫有为之道。你要去努力去做，你做不到无为你就做不到的，所以这叫做抽砍田里。好，第一关是有为的，第二关是什么？就是有无交入，乾坤闭合。好，大家讲到这里，我会还没到那里。有无都已经混合在一起，对，交入了。好，这张是火候图。好，火候图大家看得懂吗？这张图。刚刚这个后学有大概提一下月亮，大家大概看得懂了，这是上弦月。那这张图要颠倒过来看，上弦月就是你看，我们刚才不是说起火嘛？我们在这金棺玉锁不是把金棺闭起来吗？然后呢，起火就是什么时候？冬至嘛，我刚才有提过了嘛，哈。然后呢，徐徐而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终于有点看得懂了，上弦月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进火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旺不是15号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玉金坤人玉枕就所谓的泥丸宫嘛，对不对？没错嘛，哈，念泥丸，念完泥丸之后就要开始怎么样？渐度渐微，要开始退伏了。那退伏的话，又有一个沐浴嘛，然后到了下弦月，好，然后呢野战啊，最后就是回到这里哈。好，那这张图呢，九节玄光讲得更清楚啊，但是这张图其实它是火候图，很好，我觉得，所以我就把大家拿出来跟大家参考哈。这是火候图，它做的方法是颠倒过来，它是这样的哦。好，他是一个人这样做，好，这是头，好，这眼睛，这嘴巴，哈，好，这样子的哈，他是颠倒过来的哈，他不是那样的，我画得很丑了啊。那是背面，这边是前面。啊，这不像人啊。没关系啊，看到来是很像。海报打坐图，好，太好了，上课终于有点笑声了，好，很紧张。好，这个也是火候图哦。第二个，你看他这里有写。师母应该就看得懂了哈。初一的话就是师母说的一阳来复嘛，复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都学过易经的嘛，没错嘛啊。然后呢，临卦嘛，对不对？地天泰嘛，对不对？地大壮，快乾构吞脾关波坤，这个是十兆图的，
直到图的东西，好，一天嘛，一天的时间，对对对对对。你这个可以当做一天，也可以当做一月，因为它这里有三十天，对吧？一天也是这样啊，一个月也是这样。好，我现在只能就是随便点，但我希望到真子班以后开了之后，真子们可以讨论这张哈，大家才有验证哈。现在只能这个。好，那这一张也是一个金丹图啊，就是说我们炼丹的口诀其实它很慈悲，它这已经写了，你看哦，你筋要怎么自固呢？就是意，就是身不能动，身不动。好，然后你看啊，你心不动的话，气就会自固了，这都是口诀。你意识不会动，你神就灵了，所以叫做精气神，炼三宝。身不动，精自固。对，然后意不动，神自灵。那么呢，心不动，气自为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结就什么？刀龟，刀龟就是药，就是得药，得药啊，炼药啊，得药。采药，对，采到药了哈。气呀，好，精气神的气。那你看哦，这边有一个元神啊，它里面这个过程呢，就是炼神，这个叫做还虚，就是说我们有两个步骤，一个就是里面是黑的，外面是白的；一个是外面是黑的，里面是白的。这是这甜圈圈吗？这是眼睛吗？好，它意思就是心中气哈，然后阳中有一个阴嘛，好，阳里面包一个阴。那这个叫做炼气化神的比喻，就是说心里面会有个气，阳中有一个阴啊。然后呢，还虚的时候，这个是身中金，然后阴中阳。其实我不太懂啊，大家以后再研究好吗？好，好那阳的话是说我们的浊金里头有个真金呐、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对，那我就听得懂，那我也开悟了。它阴中里面有一点的这个就是火了，这就是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就是水，因为这是阳的嘛，真阳啊，这真阳，这个真阴嘛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阳中有真阴啊，这是太好了，阴中有开悟了，所以这个就是火啦。其实这两张图是一样的，这个上面就是火，这下面就是水啊，对对对，水中有真阳嘛，所以你练到刀龟就是得到元神，就跟他那一个图对是一样的，对对对，哎，那个中间那一个是就是。纯阳刀龟的药物，刀龟有药，纯阳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上面是一个离嘛，离中虚嘛，对对对。下面是一个坎中嘛，对。一个是坎卦，一个是离卦，对。中间那个是乾卦，乾卦就是纯阳。我看让你来讲才对。OK。很棒啊，师母果然是有修到那里。他帮你补充。对，太棒了，感谢感恩。这图画的比我好一点啊，只有稍微好一点是吧？也是蛮可爱，你看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了啊、哦，好，这是一个很有点像外星人，不知道为什么画成这样，不懂，好，头变这样，好，他这里说啊，欲成肉尽除刚体啊，定造莫离欢喜地，好，在这边，好，勤造喷真慧命根。时将真我隐藏居，好，其实这张图这字我不太懂，但我可以应该是我们炼丹的初地关，对，初地哈欢喜地，刚开始炼，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慧门跟命门嘛，慧命两个门嘛，然后它你就往下漏掉就是漏尽之路，就是地狱轨道嘛，那它后面有一条这个就是可以修上来的。慧命就往下，慧命就往上。对对对对，你要走哪一条？对，你会就往上逆修成仙成佛，那个命门就是卸掉命卦就没了。是地狱门嘛？地狱门对。好，但我的觉得他人可以画好看一点。好，这漏尽图跟你说漏尽就会怎样哈？这漏尽图，啊，这个呢是法轮六后图哈，这个是讲时候的，这个我们大概看一下，因为这个是进火的火候。那这张图是任督二脉的图，啊，他也是一直跟你讲，就是从后面上来有没有炼泥王，然后下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金棺的，这地方就是金棺，刚才同样只是说金棺啊，这个地方吞口水下，这叫做寓所，好，所以其实这个我那一天有给你们光碟有没有，全部都在那里面，好啊，大家在互相探讨，好，因为我还没看懂，好，那我们就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，你看哦，这个是一个佛陀，佛陀他们也是修。真的，你看这个婴儿法身嘛，好，他说忘形故吗？故里住真灵，一年沐浴温，有法无功勤造妾，十月到胎火，就是温火，用温火去温暖这个法身。那个打开来，勤造妾，彻底嘛，好。
那就是要小心的把这个法身抚养长大这样哈、哦。好，再过来哦，你看哦，法身已经开始出来了，一开始是在肚子里面嘛，好、哦，法身在肚子，后来你看法身已经出来了，画的还蛮不错的哈、哦，很可爱，还有莲花，你看，法身已经出来了，对啊，好，所以大家看这就有信心嘛，那个像婴儿一样，对，像婴儿一样，而且还有肚脐，你看，两个捏捏，很可爱，婴儿法身。好，我们念一下旁边字哦，好。啊、念临无念即菩提，哇，写得好棒！无念，无念就是菩提。百光紧要假神明，啊，这边身外有身名佛祖，千叶莲花油气化，千叶莲花油气化，很棒，对吧？哈、啊，所以佛道是双修的嘛，哈、啊，你看，而且画得很好。好，法身之后会化身，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。这是报身嘛，这个是法身嘛，法身是不是化身？好，下一张是化身图，好，太厉害了，就你看化三尊出来，你看多棒，你看对不对？那老师为什么看事情那么准？他能坐在这里，他法身已经跳到别人家去看完再回来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嘛，反正大家昨天已经考试考过了嘛，哈。好，你看哦，老师被大家考试、嗯，所以这是老师，虽然老师这应该画胖一点哈，老师的法身，然后再分两个出来，对吧？哈，啊，千百亿化身之类的哈。好，他下面有写哦，什么？这要怎么念呢？从这里吗？分念成形窥色相，共灵显机化虚无啊、哦，就是分身化共灵、啊。你自己化身看，你可以出去啊。对。嗯、啊，了解色相啊。那么这本书是《金丹集成》里面啊，大家可以翻，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哈、哦。他都画得很清楚，然后他这个也是。打坐的面壁图，因为达摩不是有九年面壁嘛？其实佛教也是这样修的哦，好是一样的东西哦，只是佛教显宗他没讲那么清楚。好，他说性光仿照复圆真，伐周道暗日，神火化形空色相，心应悬空月哦，这境界很高，我不太懂。一个日一个月呀、啊，也是讲阴阳，也是讲乾坤，也是讲坎离水火。他说乘着那个舟到了那个岸口嘛，啊、到然后性光反照出，就是上彼岸，是不是？性应悬空月，性应悬，这个我觉得这是蛮禅机的了哈。性应悬空，性光反照，如果你性光反照的话，你就恢复到你原来的真理嘛。嗯，那这时候你就等于你超越彼岸了，对对对对，太阳来超越彼岸嘛。对，那如果你神元神化为火，化为星的话，要达到空色相，才可以化为星嘛。嗯，那时候你心到的那个月亮圆满嘛，通过月亮可以看得到的月亮。水月潭场。对，就是空月的话，这个是像我们看到那个什么水火师有没有在一给他死掉的时候，把他那个烧的时候哈，然后看到月亮有一个很大的莲花哦，就是类似这种星星公寓哦，类似这种现象。那个莲花就在哪里？所以那时候他哦，所以我是在火化那天刚好要看月亮，然后站一下，站一个莲花，然后月亮一朵大莲花，嗯，对，星星公寓。那这可能也是一种得到的一种境界，一种譬喻吧，啊、哦，嗯，叫空色相嘛，然后也要性光反照，嗯，好，大家加油。好，这是粉碎虚空图，最高境界修行，最高就是粉碎虚空、破碎虚空。好，然后写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，大道就是这样一个圈圈，什么都没有。无极啊。好，然后就是双望极尽最灵虚，海水澄清潭月龙，一片光辉周法界，虚空朗彻天心耀，云上碧空三色镜，会归禅定月轮孤。写得很好啊。好，老师，老师现在已经有这个境界了哈，我们要加油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这个天心图哈，大家看一下，天心图它里面有讲的很好，就是说你龙虎要交构的话，就是我们的龙就是魂嘛，然后虎就是魄嘛，魂魄要交构嘛。那么下面有一个偃月炉嘛，就是安如立鼎的炉。那你他说横勾斜月三点台星，斗旋卧运。虎啸龙吟，就代表这个是要龙虎交构的那个意思，这样，好，靠你的心来去运，都是唯心所现啊，靠你的心去修这样，好，那这下面呢，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只是刚才跟那个图是一样的，这个是水火嘛，好，
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三个阶段，对，三个阶段，炼精化气，然后炼气化神，最后炼神还心。你一开始你是渐渐修，就是外面都是黑的，你中间有一点点白的出来了，采药你有了，然后你慢慢修到外面纯阳之体，你外面还有一点点的黑的都不行，中间还有一点点的黑点，对，黑点那个就是已经到了炼神炼气化神了，但这个还不够，最后要练到炼神还虚啊，变这样。所以你悟到就拿一个圆圈圈给人家，得到新的这个圆圈圈。好，分享到这里哈，那下面的哈二十四节我们就跳过了，好吧？那但是下面有一句话，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下。最后呢，就是当然二十四节讲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呢，他讲一句话，就是说全真修行的宗旨是什么？很简单一句话，他说：凡人出家。觉明气力，然后呢，忘情去欲，则心虚；心虚则气住，气住则神清，神清则得合道生意。所以这个要画重点。所净土，所净土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其心。对，大家把这个画起来，这个很棒。好，这是很棒的一个我觉得虚心实悟的意思。嗯，对。对吧？我虚心实悟是一个功夫嘛。所以他说，全身修行的要旨就只不过是这几个而已，你要把它做到。好，不容易的，但也不容易。弱勤自强其品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不要说我要做多大事业，做这些，把那个志向的事业把它落下来，你才可以去修炼。弱勤自，所以你事业越大，志向越大，你就没有办法修行了。弱勤自要才可以强其品。啊，虚其心，实其路。对，他不给我那个面子，我想要把那个开起来，开不起来哈。那我们最后两本哈，就是《中阳论》《祖师论》打坐。我本来想说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念。哎，我这里不知道有没有，大家可以翻一下，就是这本有，我们大家把它念一念。好，他这个写得很好。哎，就是《中阳祖师论》打坐。好，在这里有没有翻到呢？第七论，中阳祖师的这个啊，《中阳立教十五论》，他是把这个抽出来。这全真本人把这个特别抽出来啊，有没有看到第七论打坐？有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？我们大家一起念哦，啊，大家找到了吗？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第七论打坐，凡打坐者，非言形体端然，明目合眼，此是假坐也。真坐者，须十二时辰，住行坐卧，一切动静中间。心如泰山，不动不摇，把断四门，眼耳口鼻，不令外境入内。但有丝毫动静思念，即不明静坐。能如此者，虽身处于尘世，隐已列于仙位，不需眼参他人，便是身内圣贤。百年功满，脱壳登仙。一粒丹尘，神游八表，太好了，这个要打印放在工厂里面，很棒啊！好，这我们已经念完了啊，重阳祖师打坐已经念完了哈。那么这个就是摘录自《重阳立教十五论》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那么重阳祖师教化马大样真人哈，修心法要去欲为修道之本，主张先修性再修命。那么修道者必须斩断酒色财气、攀缘爱欲、愁忧思虑，这些都要断掉。这么呢，如此身在凡尘就已经入到圣境了。那么王重阳真人呢，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合一，提出三教从来一主风的融合学说。全真教内以《道德经》《孝经》跟《波罗蜜心经》这三本是必修的宝典哈。那么呢，他认为修道就是修心了。我们刚才不是有看到一个龙虎交构图吗？就一个心有没有？就一个心嘛哈，心地清净就是修道最快的好捷径方式。好，最后一个哈。重阳全真集，我们把它上完就结束了哈。